我们掌声有请孟鹤堂、周九良带来相声《万物皆可卖》，掌声有请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，哎，让我跟您说相声了啊！前面是这个，有一场还是我们饼哥在这里呢。你怎么换衣服换了一口音呢？您不是我为您换的，在这里呢。是是，我在这儿说相声呢。说相声呢？啊，说相声那有什么出息啊？没出息！哎哎哎哎，嗯，我们这一台全是说相声的。他们有出息，你没出息。哎，就我自己没出息。说相声没出息，怎么呢？跟着我。你干嘛呀？跟着我带你发大财。你哪儿你就带我发大财？一会儿这个节目之后出去，到外边。外边的？到外边就找我的那个玛莎拉蒂。你买那么好的车呢？玛莎拉蒂不是好车吗？我亲戚。你买那么好的亲戚呢？亲戚有买的吗？是玛莎拉蒂不是车吗？不是，我亲戚。你亲戚给你买的？我有个弟弟姓马啊，叫莎拉，又是我弟弟玛莎拉蒂嘛。鼓掌啊！这是个爆点。你弟弟叫姓马，弟叫莎拉。哎，哦，玛莎拉小老弟儿，玛莎拉蒂，怎么了？我去，不去，不是，我以为车呢。他接你不行啊？不行，你那不行，你这人还挺挑的。我看那就让那谁呀、啊，让那个怎么还有谁、哎？要不我让兰博接你？什么？兰博啊？我知道叫栾博。兰博干什么呀？兰博接我干嘛呀？兰博也是我弟弟啊！叫啥？不，这不行啊！凯迪不行。凯迪怎么了？凯迪拉克呢？哎，对了，我就知道。你反正你讲究吧，你讲究就让玛莎拉接你吧。玛莎拉哦，行呀，小老弟接我啊，让玛莎拉蒂接你。行，你这么你好好干、哦、你跟着我好好干，跟你好好干，你干好了，我让我媳妇你嫂子接你。这是身份的象征。哎，我好奇啊，啊，这我这嫂子得有个名字吧？啊，她叫什么呀？叫桑塔纳。哦，你媳妇叫桑塔纳。弟呀、啊，甭问，你也有名字呀？有啊。你叫什么呀？麦吧。呵。好好跟我干吧。不是你我别跟你看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我现在问清楚了。我现在还没干什么呢。没干什么，我有一个商机。哎，您说说我听听。哎，怎么发财？有一个平台啊。哦，他们搞直播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直播，对啊，直播知道。那个直播我想好了、啊，我都知道怎么干了。他们那个直播不唱歌，也不跳舞，那干嘛呀？就在直播间里卖货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你发现的商机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他个起个名字，就叫直播带货。大大的商机啊！你那广大的广众朋友们多说、哎哎哎、你回家找你的桑塔纳去吧，要不？怎么了？早就有了，直播带货嘛，不就？早就有了，多了去了，还你发明的？他们剽窃我？谁剽窃你呀、啊？他们剽窃我？没有，人家早就干了。他们现在干到什么程度了？什么程度啊？具体我不太清楚，反正好的据说得营业额，反正得一个亿了。哎呀，呵，哎呀，呵，就差一点儿啊，我就成亿万富翁了。您差太多了，您想点别的辙行不行？还有别的发财的路吗？哎，现在还不晚。你怎么一惊一乍的？不晚啊，还有一种形式。还干嘛呀？哎，我问问你，您说过去卖东西怎么卖？过去卖东西？对，在商店里头卖呀。你也不是，再往前，再往前啊？我知道了，走街串巷。对了，走街串巷，他不可能一走一过他就给卖出去了吧？啊，他怎么卖出去的呢？
怎么迈出？他喊啊，对了，吆喝吗？对了，啊对，这相声他得吆喝呀，他叫吆喝，他得把这个产品这个好啊，怎么用啊，他得吆喝出来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一提醒，我这脑子里边，我看，哎呀，越来越清晰了，啊、我现在是茅房蹲开呀、啊。你什么什么什么？就怎么说的？那就那叫茅塞。我这也错了呀，我这个。你那就怎么说的？茅塞。反正就都开了，哎，都开了。我告诉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那个，你看过去那个都走大街卖转小巷那个吆喝嘛？啊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吆喝呀，我吆喝，这是传统的啊。对，那个吆喝都吆喝什么呀？卖什么都有啊，就是都是小买卖，对不对？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呀，啊，是吗？对不对？传统与现代结合，你这个还不明白吗？过去卖什么？卖那个十三香的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你打个比方，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卖十三香都怎么吆喝呀？啊啊，你听过吗？哦、我没听过，没听过就太好了，啊、太好了啊！小小的枝儿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报仇我断，北京用它来报文章。此纸落在我的手，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。夏天热，冬天凉，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，亲朋好友来聚会，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，煎炒烹炸味道美，鸡鸭鱼肉都喷喷的香，赛过王母蟠桃我宴，胜过老君的仙丹香，八洞的神仙来拜访，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。哎哎哎，哦，好，哎，唐山十三香去济南卖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真不错。明白怎么回事了吗？吆喝吗？不就卖十三香吗？你不没明白吗？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我哪就明白了？吆喝十三香，我就明白了。他不管是十三香啊，他还有什么呢？卖药汤的，听过吗？哦，卖药汤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卖药汤嘞，谁还买我的药汤哎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卖的卖，烧的烧，卖药汤的又来了。吃了没的味儿啊，有了没的味儿啊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三事儿啊，打拉宝根儿，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。哦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行行行行，明白了吗？我没明白呀、啊，没明白啊！我再给你展示一个，你不用展示，你不用，你直接说什么意思就得了。这还不明白吗？啊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呀！怎么结合呀？你把这个吆喝你带到直播间去。哦，在直播间里不说，对呀、啊，不说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唱出来。对呀、啊，你把它唱出来呀、啊！哦，你吆喝出来，你卖什么东西你就吆喝什么。啊，是是是是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哎，我都想好了啊，我又想出来一个新名字。哦，你又外号了又？新中式直播带货，新中式直播带货，好不好？你这名字有点新颖啊。怎么样？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这个形式有点局限性。怎么局限性了？你也就卖卖十三香，卖这个药糖什么的，别的卖不了啊。你直播间你卖什么，我就能给你吆喝什么。哦，是这话。对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我们直播间助农瓜果蔬菜，那买吗？太好吆喝了，能吆啊？这太简单，来啊！香菜、辣青椒味，沟通嫩芹菜来扁冬切，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，那俩的香椿的蒜儿的好韭菜。又展示一个吗？这是又展示一个，这样啊，真难不住你。你这么难，怎么了？哎，卖点包子。
你拿住了，哎，不会了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有嘛难的呢？不会了，这玩意儿有嘛难？那是过去就有这个现成的词儿啊，是吗？啊，心热的天儿里，包热的里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。哦，吃不啊？嗯，吃不啊？嗯，那包儿刚能得。哎呀，您是清真的，我们是这个汉民包嘛。你还有汉民的，您那有就是汉民的，可以别展示了。不提虎逼了我的名儿，不我吃的不我那的不我尝尝不儿的心儿。行，有的是啊。行了，吃包子吧，吃包子吧，一口咬出个牛肚子里呀、啊。哎，这口音才对嘛。这是济南的包子吗？你吃不是不是，你直播间卖什么？我们这有什么呀？你这都是那个老的东西，老的这个传统相声吆喝呀。对呀、啊。哈，但是我们卖的都是这个新产品，你就吆喝不了。你新产品，咱有新词儿啊？有吗？有啊，电动牙刷你能唱吗？电动牙刷，你们直播间还卖电动牙刷呢？哎，大伙儿都卖啊，每个直播间基本上都有这种电动牙刷。现在是日用品，这电动牙刷好来啊，这个。这也好来、啊，这太好来了，能来吗？电动牙刷嘛，张嘴就来啊，来吆喝吧。哎，我听听。你得听着吧啊！听，快！唇儿红来，牙儿白，电动牙刷你刷起来啊！要白就选电动牙刷不？祝你老小口常开哟、你看，还真吆喝上来了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哎、你这词不错，现在就差你了、啊，你就是我们那个主播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主播，我这主播。对呀、啊，我就吆喝这个，亿万富翁了。咱就光卖一个电动牙刷啊？你还卖什么呀？咱卖点别的行不行？你们直播间卖什么吧？口红，哎，口红这简单呀、啊，女性观众。唇儿红来，牙又白，大罐口红涂起来。要美就选大罐口红吧，祝你老小口常开哟、这是不调不都一样吗？你都是嘴上用的，你怕什么的？啊，这是嘴上用的，这调都一样。对呀、啊，那我换一个，你换一个，马桶揣子。你们直播间还卖马桶揣子呢？日用品呐，这都是消耗品。啊，张嘴就来啊！那吆喝呀！啊，揣子红来，马桶白啊，堆在里面你揣起来，痛快就选大皮揣子不？啊，祝你老小口常开哟！这笑得出来吗？你告诉我，这你怎么了？这不调都不一样吗？调一样，你这大概都是生活用品，就词儿换了换啊，这不调一样？这都是套子货，你拿哪个都能套进去。哪个都能套，对呀、啊，是这话，嗯，什么都能唱出来。我就跟你说吧，你直播间你卖什么东西，你卖再嘎咕的东西，我都给你唱出来。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唱。对了，骨灰盒，吆喝，谁家直播间卖骨灰盒啊？别的直播间都没有，就我们家，就我们家直播间卖骨灰盒。那玩意儿卖得出去吗？998绝不打折。这玩意儿没有打折的，这玩意儿要我完了完了完了，去找你的桑塔纳去吧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我们还是说相声啊，能唱这有什么难的、这有什么难的、这也能唱骨灰盒吗？哎、我想想骨灰盒吗？我听听，嚯，不就是骨灰？别为难啊，别为难啊，骨灰盒。哎呦，我家有点怎么回事？你这么老一惊一乍的，有词了。听着啊，你说不后悔啊？啊，不吆喝骨灰盒了、啊，你这吆喝上来就歌，我就跟你走。哎，小小的盒啊，长长方方啊，是长方，里边装的是周酒粮、哎。冬天热，夏天凉，冬暖夏凉，它密封墙、防风防晒防水泡，还防山上的江洋大盗。别偷那玩意儿！别看这盒小、它可能装，怎么能装？装上你爹和你娘，这个盒啊全能装、装上你们家的四代同堂。哎哎哎！别爱嗨了。